别帅，穿了，我给大家表演一下，他这天穿很灰色的衣服，对吧？我们再来拍拍这里，你发现，你看，一对小情侣在这里悄咪咪的看手机，然后女生害羞的拿手机，这也很帅，我跟你讲，这姿势。今天他邀请到了梦寐以求的女生，对吧？他非常的开心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感觉很好。但是我感觉有一点点的差。因为今天早晨的高数吗？对，因为我今天的高数写的太烂了，我操！高数是吧？我操！我们再找下一位，好吧？我们再找下一位随机的一轮。现在呢，是我跟马飞在这里。跳过了。来说一下，今天有邀请女生吗？没有，我是个傻逼。我上镜的唯一目的就是我要宣布个事儿，我是个傻逼。还有你还没采访你过来，咋了 OK， 作为今天一个主角，你为什么今天没有邀请女生，请跟我们说一下。我没有邀啊。为什么没有邀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懂了都懂了。就是因为什么？没有因为什么，没有特别原因，没有特别原因。因为咱是也是单，是邀请不到吗？不是邀请不到，也是很多人这是单的，所以我选择也是单的嘛。选择单身 ，OK。我们来找下一位观众，我来采访一下你啊。OK OK。口罩摘了。你今天有邀请到女生吗？有。谁？大哥说真，大哥的说真。我邀请了陈一飞。陈一飞。为什么给他邀请这个女生呢？因为她是我的好朋友。是你的好朋友？对。我是个傻逼。我们来采访一下这对小情侣好吗？这对小情侣，你们是为什么今天决定的？你们是为什么决定在一起的呢？为什么？这是干嘛？嗨，你好。什么？为什么决定在一起？那我觉得真帅。谢。Michael， 确实啊。作为。这位帅哥 ，OK， 今天有邀请人吗？帅哥，我今天，你好，我邀请的两位，我是他人，你们俩是一对是吗？你们俩是一对，我们俩是，他是我，他是你的什么？他是我老婆，哦，老婆，是啊，什么时候做的变性啊？男同，别，还我们这邀请的来采访一下 Kevin， 好吧，你好，你邀请的谁？这位，你今天还能邀请谁？你们俩是一个的，其实开会是跟我来的，没想到吧？我们三个来的，采访一下你好吗？来，请接受一下采访。我非常荣幸参加 Michael 的采访。Michael 先生，我久仰大名。Michael 就是说，从头到脚，今天呢就是非常的帅气。我看到的时候，我都窒息了。我上来就，我都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。先再叠一下，好吧？你今天邀请的谁？请邀请。今天邀请的是Chelsea。Chelsea， 姐，郭女士，请郭女，哎，都入镜，大家都入镜。你这录多久了？已经录了5分钟了，大家很多人都进入了。好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啊。然后对，为什么选择邀请他呢？不要过来！你要说吗？要说？没有，你可以啊，这都是很多人都说了。他邀请的我。对，可以，非常完美。对，非常荣幸。我们来采访一下今天最后一位幸运观众，就是我的朋友，朋友李坤华。你 OK？ 请问你要说的是什么？你今天邀请的是谁？这个美女。这个美女，这个美女，你觉得？我觉得这个打光不好。这个打光非常好。OK。为什么接受他的邀请呢？因为他帅。因为他帅。对。你觉得你自己帅吗？我觉得我很帅。你觉得跟迈克比你帅吗？迈克更帅。啊，谢谢。谢谢。那你觉得Simon哪里最帅？他哪里都帅。哪里都帅。OK。满分回答。今天是怎么来的呢？他带我来的。哦，来一点。为什么？你是为什么能开车了呢？因为我考驾照了。考驾照了。OK。你选择邀请这位女士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喜欢她。哦，你喜欢她？哦，我爱她。来，你爱她？哦，我们来详细说说你是怎么爱她的。你滚！我们这里在先采访，快！我进去了。快！最后一分。I don't fucking know。那爱情是没有理由的，没有理由的爱是吗？那我们来祝福这对新人。OK， 开始。今天爱他们。我们今天采访他可以啊，这位同学我已经采访过，所以我们来采访。采访。你太近了，我脸大。没事，非常美。
非常简单的一个交流。快点。